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战神》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六集，我是310。啊，这个 We really gotta 暑假 go 忙back 的 Do you see 栗战 any 王 other 和这 way? 个贝西摩斯 No 老父亲是好久不见了，依然健在。那我们书接上回，上次是这个打到亚夫海姆，我们解放了这个世界之光，啊，也这个重新激活了彩虹桥之石。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去了，但是回去的路呢被挡住了，那个船停在那头，所以说我们得从地下过去。那么解放世界之光以后呢，这些这个门也都打开了，有点像这个生化危机启动自爆装置一样，所有以前开不了的门都可以开了啊。左边过去的话是那个打那个石巨人的地方，如果之前那个宝物没拿的话可以过去拿一下，上一集我们拿掉了。然后呢，这边可以看到这个之前分开的湖面也合上了，上头是光鲜亮丽，底下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么有寓意的吗？好，那么一上来呢就是两个巫妖，这边一个那边一个，我们先给他吃一个这个外遇重击，然后打成冰冻状态，一个重劈啊，一个跳劈就下去了。跳劈这招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儿子会后面跟在后面补一刀，只要你能够把这个敌人挑空，那么儿子补的那一刀啊，就可以把他打到楼下去坠崖。好，这个的话都甚至不用补刀就下去了。这俩这个巫妖等级比较低。Use your ears, adapt. 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光之剑呢，之前这些门去不了的地方也都可以去了。我们先到对面去了，这边我先开一下这个光之桥，然后我们先到这头。走到里头呢，发现天花板上垂着一个水晶，我们把它打下来，立马会刷出三个敌人，之前被封在里头。这个时候我们利用一下活用这个水晶的好处，让儿子的这个光之剑射到这样的水晶上啊，它会散发出这个晕眩之光。哎，就像这样，然后这个范围非常大，周围敌人就很容易被打出这个晕眩值，晕眩槽会打满，然后就直接投技解决就完事儿，非常轻松。那么最后呢，我们留一个，这里呢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利用这个游戏内部成就刷经验的这个小技巧。我们现在看到4000多经验，然后看这个目标里面的这个工业，也就是成就系统，瞬间反射97次，一共要100次可以获得3500经验。我们现在是97次了。好，那么利用这个敌人刷一下这个弹反。好，刷到第100次的时候，看到这个右边3500点经验加上去了，按暂停看一眼，7000多了，然后这个工业呢也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按这个菜单，然后选择这个从这个记录点重新开始玩，那样的话呢，它会记录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经验值的情况，但是呢又不会记录下我们的这个工业达成情况。也就是说呢，我们从这个 retry 以后呢，又可以再完成一次这个工业，又可以拿到3500点经验。这样的话反复这个刷呢，就可以获得在前期就获得大量的经验。这个在高难度最高难度下还是挺有用的技巧，这个难度下我们就不用了。这里又获得一个这个文物。好，那么这个刷经验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我不提前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这个是一个 bug， 它哪天就修复了。结果呢，这个游戏更新到现在2周目都出来了，这个还没有修复。啊，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这个游戏制作人故意留下来的后门，啊，以后也应该也不会修复了，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而且这个我们顺其自然，这个弹反刚好也到顶了，我们先刷了一个敌人，我们就再次利用一下水晶，结果没想到这个敌人不争气，晕眩值还没打满就自己飞下去了，飞得有点远。现在这个装备等级上去以后就很轻松了，是吧？赶路过程我们稍微快进一下。好，里面又刷敌人，我们再利用一下这个水晶，这水晶真好用。一路上的敌人都死在这块水晶上了，
亚夫海姆的这个收集品啊，这个宝物工艺品啊，叫什么？应该叫文物啊。文物一共是6件，刚才我们士兵里拿了2件，然后上一级士兵拿了1件，还剩3件。啊，这里的机关呢，全部打左边就行，次数分别是1、1、2、1次啊，都打左边，这样就可以快速解开这个谜题。这里头拿的呢是一个啊，可以不拿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衣服，免费的衣服，二级的。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丑的一逼啊？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游戏当中免费获得的这些衣服全都是这种拘束套装啊，我们就不穿了啊，太恐怖了。那不穿为什么还要拿呢？对吧？这个是为了可以去卖钱嘛，是吧？就不要错过，白捡，到时候卖商人也能卖个大概2000来块钱，可能也是钱啊。想想我们现在砸一个箱子才几百块钱。好，我们把这个水晶放到这个最终的正确的位置上。OK，然后就可以回到之前的那个有一大群敌人那个大转轮的地方。好，接下来这个宝藏呢，是特别容易漏掉的这个文物啊，因为它是在完全的支线上，一点都不会路过，而且不是很容易发现。这个要你之前这个路过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进去看一眼。现在里面的门开了，我们把这个文物也收集上，这样的话就四个了，还差2个是在这个光之湖两边两个小岛上支线的，我们一会儿去做。嗯，接下来差不多就得打 boss 了。好，调查神坛呢，就会触发这个精灵王、暗精灵王的 boss 战。这个暗精灵王总的来说不是很难打，闪避值有点高啊。他放这招冲刺过来呢，你可以看准时机蓄力，刽子手劈砍，直接把他打断。因为他蓄到你面前以后，他还会那个标枪尾往后抽一下。然后再查，就这段时间你就可以有机会把它给劈了。当你刽子手劈砍之前呢，你可以考虑这个让儿子射他一箭，定他一下，制造一点硬直。像刚才这种防御，如果你反应够快的话，你是可以连点2下防御键破他防了之后，又可以接一个刽子手劈砍。空中的这一招呢是可以弹反的，当然这个注意距离，有时候这个刽子手劈砍会劈不到。啊，放空中的这三束激光呢？你是可以到他身下，提前跑到他身下，他一般是不会放到身下的。看到不对，赶紧打断。精灵王如果跳到空中的，基本上是肯定可以确定会瞬移到你身后的，所以说你都不用瞄准，直接转身就行，不用猜他去哪了。有劈空了。哎，你会发现这个 boss 掉到半血以下，他这个就会变得灵活了，他被你弹反，他也不会傻愣愣站那儿吃招，然后他每次跳到空中瞬移的时候，就会在地上留一团火。你像这种弹反成功了，他也不会让你连招，相反，他还会在地上留一团火。你要是过去的话，就尴尬了，弹反还是弹不到了。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来不及的话，就直接接跳皮也是可以的。虽然伤血没有这个刽子手多，但是，哎，破防。不过这个刽子手的劈砍反应慢了一点，没续到啊，没关系。好，等到只剩下3格血的时候，他会用这招这个冲刺啊，这招千万别中，这招中了以后，你会进入长时间的这个失明，就是周围环境全是黑的，看不见了。然后你就会再中一次这招，就这招，然后掉血非常多的，这个难度下基本上3下就死了。冲刺呢，我们就喂他吃大招，反应非常快。这摊一下，本来随便平砍2下就打中了，然后他最后阶段这个放激光也是放2次，看这种情况已经来不及了。就这个不要贪刀，好，最后儿子补刀搞定了。你甚至在处决他之前还可以编会儿诗，还是挺刺激的，是不是？好吧，当然这个精灵王的话，处决姿势也比较无聊，就跟普通的精灵杂兵差不多，一点都不像个 boss。除了有一句遗言以外，不过遗言我们也没听懂。
哎，你怎么回事？儿子不学好，你怎么还补刀？哎，好像有什么重要的。Boss 一共有两个蛋，有一个蛋掉下去了，这就非常尴尬了。Let me guess, you're gonna be smug and say you told me we shouldn't get involved. That is enough. 把我们重要的这个战利品还是拿到了，这个叫做狼之狂怒啊，是啥？就是这个狼的召唤符文。这个是儿子用的啊，这招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召唤啊，当然升级也需要大量的经验，这个升满可以一直用到最后都没问题的。然后这边两边的这两个这个房间呢，还可以再收集一下这些钱，差不多就可以上路了。Do you remember the answer? Yeah, yeah.Boy, read this. Boy, what's that say? Only time you want to talk to me is when you need to. Do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I said, the only time you care to talk to me is when you need me to translate for you. If mom was here... If your mother was still alive, we would not be here at all. 儿子有点膨胀，吐槽了老爸。Right. 两人关系紧张。现在没升级的话只有一头狼，升满三级是三只狼。还是挺厉害的。好，那么接下来就去两边之前说的那两个岛上做一下支线任务，有这个乌鸦，有这个空间裂隙，还有一些这个重要的宝箱。那趁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之前落下好几集一直欠着大家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血蜜酒的号角的这个故事。血蜜酒这个号角的故事啊，要从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说起。这个故事太长了，所以我一直没讲。大家看一下这一集的长度，应该就够了。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说这个跟一战有什么关系？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大家历史课本上那个，这个是北欧神话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讲的是阿萨神族和这个华纳神族之间的战役那一场。照理说的话，第一次这个世界大战是不是应该是算这个奥丁他们和这个巨人族的这场战斗，就杀了伊米尔那一次。不过那一次不能算是战争，基本上都没打就结束了。那么这个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呢，基本上可以算是比较公认的这个第一次这个世界大战。起因是什么呢？先说华纳神族。华纳神族呢，理论上来讲应该也是这个神族上面分出来的一个分支。这个他们的来历呢，并没有一个这个明确的交代，到底是谁生了第一代的这个华纳神族。总之就是，有这么两支神族，一个是阿萨神族，住在阿斯加德，一个是华纳神族，住在华纳海姆。那么阿萨神族呢，基本都是天神，骁勇善战。然后这个华纳神族呢，基本都是魔法师，他们是掌管像什么海洋啊、风啊，虽然这个可能近战什么的不是特别厉害，但是有好多这个奇怪的魔法。然后这个战争的起因呢，是因为有一个叫古尔维格的一个女巫啊，她是华纳神族的，然后呢，她来这个阿斯加德，跟这个阿萨神族呢，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两族到底谁比较厉害，在敌人的地盘上讨论这个问题，还不是敌人啊，在这个非盟友的这个地盘上讨论这种问题啊。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个阿萨神族本来就这个不可一世，觉得你们这个华纳神族都是乡巴佬是吧，住在海边的这个乡巴佬山顶洞人，所以就不太买账。然后呢，这个就跟这个古尔维格这个人这个女巫给吵起来了。这边这个解谜要稍微动一点脑筋。吵起来以后呢，就两边就打了以后，这个阿萨神族人多势众啊，把这个古尔维格打死三次啊，不管是插也好，用这个标枪插死啊，用火烧死啊，处死了三次之多。但是每一次呢，他都奇迹般的复活了，非常牛逼，开挂打不死啊。这边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叫双巨人的狂暴，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重攻击符文攻击，
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这个海上山洞，有一个挂着的这个叫什么果实、啊、我们打掉海滩上，海上又会有一片这个艾吉尔的黄金。不过这个视频我在录的时候后来忘记了要去拿哪片东西，然后刚才拿到一个文物，然后这里的这三个啊水晶呢是要拿到光之剑才能触发的。这里有一场非常难的这个空间裂隙战斗，这也是我为什么之前没来这个小岛的原因，就是这个战斗当时是不能触发，而且可能触发也打不过，所以说呢就一直没过来。现在呢我们这个想办法把这个连招狂放放完以后，就慢慢扔斧头猥琐啊。这里这两个敌人都是五级的，非常凶，甚至还有这个破防的招式，要小心，特别小心、啊、对付他们的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这个防反、啊、弹反以后呢接这个接着刽子手的劈砍，因为那个是固定出硬值的，而且是有带无敌时间，儿子牵制住一个四级，好像还有一个是啊，也是四级，两个都是四级、啊、他们的招式普通防御是不行的，还好是亲近敌人，这样的话弹反对他们还比较有效、嗯、继续说刚才那个事儿。沃尔维格呢被处死了三次啊，然后又奇迹般的复活了，还发现杀不死他。这时候呢博尔维格回去了，这个华纳神族啊看到族人啊被这样蹂躏就怒了，然后两边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啊、吵了起来，最后呢不得已开战，谈不拢就开战。好，这个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啊在阿斯加德门口啊一字排开，开始这个双方的叫嚣是吧，谁也不敢上上前，大家都进入对峙这样一个情形。好，这个时候奥丁看不下去了，奥丁大吼一声，知为剑，华夏第一剑，然后就扔出了他的这个胜利长矛冈格尼尔。这里呢其实有一个这个剧情 bug， 之前我说这个朱鲁给他们做这个冈格尼尔的时候，其实这个尼尔德已经归顺了这个阿斯加德阿萨神族了，反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扔出这个长矛呢？明明是在战争之后拿到的东西。那么所以说还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奥丁的长矛是这个世界树上面折下来的一根树枝做的。所以说这个关于冈格尼尔的来历有两种说法，这个长矛。好，那么奥丁扔出这个长枪呢，也就代表着这个战争的开始。然后双方杀的这个天昏地暗，不可开交。但是呢因为这个实力相当，所以说最后两方啊都损失惨重，但是又没打出结果、啊、然后神族呢就决定这个啊双方就决定就不要打了，还是停火了，这个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啊、于是呢暂时达成了这个停火的协议。这里我们打这个蜥蜴要注意右边有扔火球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处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停战以后呢就开始和谈吧。那和谈呢，这个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这么多人啊，会议室里齐聚一堂啊，然后一旦开始讨论了就这个、啊、就失控了是吧，这个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也没开个麦序，也没个主持人，也不定个议程啊，可能也是奥丁第一次开这种会吧，不是很有经验。然后基本上大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个说了半天都在浪费时间，都不在一个层面上说。然后奥丁看这不行是吧，这个你们讨论三天三夜都不会有结果。好，于是呢奥丁就拿出了一个痰盂啊，不是痰盂，这个瓦罐，拿出了一个瓦罐，就是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呢、啊、所有人都往这个瓦罐里吐一口唾沫、啊、什么意思呢，发誓啊，是一种发誓誓言啊。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三女神宝箱，就是之前两个精灵在这儿讨论聊天、啊、这里有一串这个钟摆，有大部分都是母的，只有三个是公的，你打这个公的才有效、啊、打这个母的没有这个效果，开不开这个宝箱，哪个是公哪个是母呢，相信大家仔细观察应该不难发现是吧，公的那个下面有个小钉钉。好，我们又获得了这个一灯的苹果，这样我们的血条又 涨了一次，三个，现在我们是第二次，还差三个就齐货了，一共是九个吧。
好，那么之前说啊，这个每个人往瓦罐里这个吐一口唾沫啊，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呢，不要在这个会议上再发表无关言论了，是吧？每一句话都要有用啊，不要说废话啊。其次呢，就是会议上达成的这个共识啊，大家一定要发誓遵守啊，好不容易达成的这个共识一定要遵守。好，那么哎，儿子你看非常灵活的钻了狗洞，老父亲就显得非常笨拙。好，这里又有一个时空裂隙的战斗，这个非常难，像这种时空裂隙一般都非常难，大家打不过可以这个以后再来挑战，一般都存在这个等级碾压。这里我们呢先放这个卢恩符文攻击，放完符文攻击以后呢躲一下，然后变身超级赛亚人，然后用这个三角攻击。这两个，一个是好像三级，一个是四级，三级那个还好说，四级那个是紫色的，非常危险啊！他好多招都是你看红圈，打一下的话第二下就死了，反正可能吃一下满血能吃一下。好，这个干死一个就好办了，是吧？让他让儿子去吸引一下他的这个注意力，然后我们呢就想办法用刽子手的劈砍找机会，不要贪刀。那么继续说刚才这个事情啊，大家要发誓，让每个人吐个口水，然后呢这个会呢啊基本上也就顺利开完了。这个双方的停战协议呢就是交换人质了，最后是交换人质。刚才谈判慢了一点，被偷了一点。交换人质，这个阿斯加德呢出了这个海尼尔和米米尔两个人，然后这个华纳神族呢出了这个尼奥尔德和他的一对这个子女啊，孪生子女，这个弗雷和弗雷亚。所以说这个之后呢，尼奥尔德和弗雷还有弗雷亚呢就在这个阿萨神族这边了，算是、啊、算是阿萨神族。因为这三个人本身也非常优秀，所以阿斯加德的人也很尊重他们啊。相比而言呢，这个去华纳海姆的这个海尼尔和米米尔就没有那么好运气，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好，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那个痰盂收集了这个众神们的口水啊，众神们的唾沫啊，不是痰，众神们的这个唾液的这个罐子，大家因为是作为誓言嘛啊，就把这个罐子供起来。结果呢这个罐子就时间一久啊，这个凝聚的精华就诞生出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也不能算是人族，也不能算是神族啊，只是一个迷之生命体啊。好，我们这边拿到了这个，拿齐了亚夫海姆的所有收藏品了，我们看一眼啊，战利品一共6件，这个还卖的挺贵的，6件好像有2000多块钱了。好，这边呢把打掉这个藤蔓呢，进来还有一个小房间，这里是一个护身符，但是要稍稍解个谜。从这个继续说啊，从这个瓦罐里面呢又诞生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生命体啊，这个人啊，这个、暂且叫他人，这个人呢就是克瓦希尔，克瓦希尔既不是神也不是人，他非常聪明，生出来就出口成章，然后呢所有问题都难不倒他啊，全智全能，全智全能的这样一个人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获得了这个叫做克瓦希尔的护身符，就是这个克瓦希尔的护身符在游戏里面呢其实跟克瓦希尔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在敌人攻击你的一瞬间啊做出闪避，会进入一个时间变慢，就是子弹时间的这样一个大概1到2秒钟时间，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输出。这里呢你想试一下吧，果然来了一个杂兵让你试一下啊，但是这个杂兵其实不太友好，我觉得这是游戏里的一个坑啊。你肯定想试一下吧，结果他刷了一个双刀哥，这个双刀哥他的攻击是非常快的，不是很好的，不是那么好闪，所以我本来是想防他前面2下然后闪他3下，感觉他老是不砍，直接闪第1下有点难闪。这个极限的闪避啊，在这个猎天使魔女里面也有这样的设定，那个里面叫做魔女时间，所以说呢大家就叫这个战神里的叫魔男时间或者叫猛男时间啊。
但这个猛男时间呢，它发动的一个是时间非常短，要靠后期把这个护身符升级上去才会变长一点，不然初级的话都不够一个刽子手的劈砍。刚才可以看到，好，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亚夫海姆的所有收集品啊，都齐活了啊，除了有两样未发现，一个是这个传送门，一个是女武神，还有包括一只奥丁的渡鸦，都在那个之前那个密室里，就对面那个小岛上的那个密室。我们现在打不开，其他东西都收集齐了，那么后期只要再回来把这个密室给搜刮一下就完事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原路返回了。这个猛男时间啊，实用度不高啊，一个是它这个持续时间短，还有一个是它的判定非常非常严格啊。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手感上比这个猎天使魔女的这个极限闪避还要严格，所以战神里面还是用格挡比较好一点，除非你是大佬是吧，可以用这个护身符炫耀一下技巧。Not like you would even care if she was. Mind your tongue, boy. Until our journey is over, one of us must remain focused. Do not mistake my silence for lack of grief. Mourn how you wish. Leave me to my own.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If that is of some comfort to you. That's good to know. Really. So, should we go back to Midgard? Face the Black Breath? Or do you think there's more to see in this realm? 好，那么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啊，双方进一步交换了意见，然后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就渐渐缓和下来。Sindri said, Mother was a warrior. Was she in a war too?Of a sort. Her family was decimated by hostile rivals, and she alone survived. She walked the warrior's path, but her war was to live on. To brave an unforgiving world alone. And that's why she has Sindri and Brock to make her the axe? She had the strength to wield such a weapon, and the wisdom to use it for good. She found purpose in protecting the weak. So, she'd help out the elves? No.哦，老父亲差点中了儿子的圈套。How observant. I am known for my attention to detail. 好，我们又看到这个商人了，辛德里。这里我们他这个应该是教程嘛？之前我们也其实也没遗失什么东西，应该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精灵王按精灵王掉的那个东西。啊，反正他这里要强制让你遗失一样东西，然后让你找回，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在战斗当中重要物品要是没捡的话呢。啊，在这个辛德利这个矮人商店里面，他会给你捡回来，还是挺实用的这个功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买两护身符，一个是这个永恒狂怒的护身符啊，这个非常好用，就是原地按 L1 加圆圈就可以回一段那个怒气，然后有冷却时间，冷却完了又可以再回一段，这样你就可以如果有耐心的话，你可以原地把这个怒气回满。还有一个呢，就是解放潜能的这个护身符，这个也是超级实用，基本上可以一直用到后期。这个什么用呢？就是刷新一下这个符文攻击的这个冷却时间。当然也是有这个，它本身也是有冷却时间，但是可以让你短时间内这个连放两次符文攻击，还是非常爽的。让我们把这个捡到收集齐的亚夫海姆的这个文物给卖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护身符，现在是三级。这个再往上升呢，它也只是加这个数值啊，并不会缩短这个冷却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新拿到几个这个插槽咒术，咒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的这个装备有孔的，然后嵌进去了，就这个东西。我们这边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三级，同样是三级的，但是它的效果会好一点。Atreus, follow me. 那么亚夫海姆的这个流程呢，基本上啊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获得了这个精灵之光，可以去破解那个黑色的迷雾是麻糊。Back when we met Brock, his animal warned me about something hiding in the trees. That's why she didn't want to cross. She told you? Well, I could just feel what she was feeling, what she was afraid of. It happens again. You tell me. Understand? I promise. 儿子非常屌啊，具有超感知，可以感受这个环境生物的感受，然后语言天赋又屌，文武双全，简直是。相比而言，老父亲的话，只会讲那些有头没尾的故事。啊，这个房间的布局跟那个在，米德加德是一样的。啊，这是偷懒，不想做贴图了。那我们再做这个传送机啊，时光机。好，这里我们换成永恒狂怒护身符，因为我们这个怒气没有满嘛，之前这个打那两个胖子给爆掉了。时空裂隙战斗呢，通常会让你获得那个叫什么时空之城还是什么，那个还是叫什么精华忘了，反正那个材料是用来做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解放潜能护身符必备的，所以说之前我们也做不出来。之后的这个传送的过程呢，如果说是只是探索的话，我就会剪掉了，就不放了。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读盘，多看没什么好看。那如果说是剧情，或者说人物之间有些对话的话呢，我还是会保留一下。这个看多了，其实前几次看还挺炫的，到后面这个老是传送就嫌烦。我也没办法，这个读盘嘛，必须的。总比这个黑屏 loading 要好一点，是吧？有让你看一段动画。好，这么回到这个 Brock 的商店。We just came back from another realm, and we met your brother. Wait, not that order. Did you let that seed sop put hand to your blade? You do know he lost his talent, right? Just up and left him one day. Tried taking me down with him. Did he botch up on a girl?Quite the opposite. Yeah, even a blind pig farts up a truffle now and again. But you know what really counts? Consistency. And I got that coming out of all of my parts. 兄弟两个都很傲娇，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这个工艺工匠一丝不苟啊！追求技艺的精湛。好，这里呢，我们跟 Brock 说话也会有一个支线任务。之前跟辛德里接了一个法夫纳的储物间，这边可以接一个叫二手灵魂。If it is on our path.Oh, I see how it is. Not a something-for-nothing type, are you? Fine. If you find Donvari, I'll make him whip you up something special. This entry stone here ought to get you inside those mines. 好，接到这个二手灵魂的支线任务。矮人支线任务呢，一共有五个。I'm stewing up for you. If you're smart, you'll find him. 一开始呢，是每人各一个。然后做完这两个呢，这个游戏主线剧情到一定程度呢，还会又会给你第二个任务啊，把那两个任务也做完，两个人就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任务。那个矮人的最终的任务还是不错的，给的奖励。虽然我们现在不着急做，但是呢，迟早还是要做的。这里呢，我们这个上山之前呢，走一趟支线，接下来就都是支线，没有主线了。我们去搜刮一点好东西啊。现在等级也差不多了，亚夫海姆回来两级的话，好多这个战斗都变得非常好打了。之
之前是都不到一集，应该是一集以下，是负的。之前那集我已经解释过原因了。The horse sought vengeance upon his enemy, a stag. But he could not kill the stag alone. The horse met a man, a hunter, and made a deal. He took the man's bit and bridle and allowed him to ride in the saddle on his back. Together, they killed the stag, and the horse tasted victory. But the hunter would not release the horse and made a slave of him. So getting revenge cost him his freedom.Hope it was worth it. It was not. 老父亲，这个故事很有寓意啊，是不是？熟悉这个《战神一》的剧情啊，应该可以猜到他在暗示什么东西。好，我们来到这个叫“死亡小岛”的地方啊，是一艘这个沉船。A torch. A torch is built with wood. That is a brazier. Brazier. Looks like there's something written on it. Want me to read it? 好，我们不着急读那个东西啊。我们先到这儿来看一看，看到此情此景，啊，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什么呢？啊，没错，就是之前我们在石瀑布拿到的这个藏宝图。啊，你拿着藏宝图呢，就可以在这儿的土堆里挖到好东西。叫雷伊普特合金，这个是一会儿我们做好装备用的一个素材。所以我特地过来不是为了做这个小的支线任务啊，是为了拿这个合金，就是为了拿这个材料。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做这个任务直接走也没事儿，但这个任务其实也不是很难，既然来了就顺道做了。然后这个船的话，我们之后这个水位还会再下降一次，会露出更多的这个场景，我们还会再来的。稍微着急了一下，这个没有把三下全蓄满，本来的话两人都死了。这里的这个杂兵呢，等级不是很高，所以还算轻松。这个实在不行的话，让儿子射箭也是可以有效削减他的血量。但是要注意，尽量让他们都在同一侧，不要让背后被偷袭了。然后他的这个做的这个屏障啊，他炸开的那一下是有比较大的判定，攻击判定的，不要靠太近。啊，这样轻松就全灭了。What is that? A spirit. It's talking to us. And it hears you as well. Don't be shy now. You're dead? You're very perceptive and reckless. Take caution when lighting these braziers. Sather and Hellwalkers will swarm to the flames like moths. I assume we have you to thank for freeing us from a watery grave.Us? Other spirits. The Lake of Nine is full of them. Most are able to move on from this realm, but we, lucky few, are stuck here in Midgard until our affairs are in order. Perhaps you can help them as well. We have no desire to help you, spirit. Ah, but you already have. I only wished to see the sky again. Farewell.好，我们算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的一个支线任务的一小部分，获得了一个奖品。当然这个符饼很一般，比我们身上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稍微好一点。啊，这个未了之事一共有四个灵魂啊，分布在这个四处的小岛上，全部做完的话才算是完成这整个支线任务。那我们其他三个呢，暂时就不去管他了。反正我们来这儿的主要目的是那个雷伊普特合金。They are spirits, boy. Dead things. They have no needs, only wants. It feels wrong to ignore them. You will get over these feelings. Mom would have wanted to help them. What was that, boy? Nothing. I thought as much. 好吧，那么这个。说到这个藏宝点啊，要注意，就是就算你知道这个藏宝点里有东西，但是你如果没拿着这个图纸的话呢，你也是挖不开的，你一定要先去拿那个图纸。所以说之前我的流程有安排，就是先去拿那边那个图纸，然后再过来这个开这个东西。啊，包括我们这关后面挖到的一个宝藏也跟之前拿到的图纸有关。There was a tale of a frog.
His pond had dried up, so the frog and his son left to find a new home. They found a well. The son saw the water and made to jump in, but the father stopped him. He saw the well was deep, and once inside,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escape if the water dried up again. Wisely, they moved on. That's it? Yes. It's really not a story. If the son jumped in, it would be a story. Then he would be trapped and starve while the father watched helplessly. See? That's a story. 被儿子教育了如何讲故事，是吧？你的这个故事都没有矛盾，故事最重要是要制造冲突和矛盾，是吧？这样大家才听得下去。好吧，那么又回到这个石瀑布了。之前我们没来接这个任务，主要也是为了让这个任务完整一点，接了又不做，有点尴尬。时间一久就忘了。Unlikely. You are dead. Is there something we can do? For a reward, of course. If you bring down the statue, you have my blessing to loot my father's grave. He rests on an island to the east. Why do you hate Thor so much? After my father passed, my mother built the statue to watch over his grave. Imagine our surprise when the God of Thunder himself came to offer condolences. At first we were thrilled.But he quickly took advantage of our hospitality. My mother begged him to leave, and Thor, in his drunken rage, killed her. I was left with nothing but grief. Eventually, I lost that as well, and found only rage in its place. I'm so sorry. Come, boy. We have a statue to destroy. 好，那么接了这个任务呢，我们就去一趟维瑟加德。顺便把维瑟加德也给清理一下。That spirit. The one whose mom was killed by Thor? What about him? Let his story be a reminder. The lives of men mean nothing to the gods. I know, Father. You know. But do you listen? Yes. Good. 这个门呢，是之前上一集转动刚才旁边那个灵魂旁边的齿轮开了，所以我们之前开了门，但是没接任务，没进来。这个任务你想接的话，最早是在登山之前就可以过来了，也就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水上神殿，那个提尔神殿的那个 Brock 那儿，然后你出来就可以去来这儿了。但是那个时候来的话就有点吃力，有点打不过。硬打也是可以的。我看不少这个最高难度的选手们啊，都是到这儿来先做这个任务，把这儿搜刮干净了再去这个亚夫海姆。不过我觉得这儿战斗其实也不容易。当然来这儿的话，对于装备提升确实很有帮助。好，我们这边看到这个 Brock 这儿又可以买新东西了。我们买一个这个胸甲。买胸甲的原因，相信我不用再多解释了吧？游戏里捡的胸甲都是那样的，我们就只能买这个现成的了。我们的野猪皮可以暂时换掉了。儿子是儿子的衣服也可以做，但是缺少素材。这个好像叫斯瓦塔尔海姆的硬钢。Best of luck with all that rampaging. 好，这套衣服的话，它默认就是不用升级就有一个插槽了，这个非常好。那我们就这个把之前的咒术插上去啊。这边好像拿到更好的新的，这个四级的咒术这个东西呢，四级和三级差别不会太大，所以说大家。看情况，一般来说是装这个装备等级高的，但如果说这个装备等级低一级，但是它给的这个效果或者说加的点数非常好的话，你也可以装这个低的，它不会差太多。好，进到这个维瑟加德呢，基本上都是各种各样的战斗。但是难度都不高，我们看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敌人都是绿色的，绿色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装备等级已经比他们高，已经碾压了。虽然都是二级，这个狼也是二级，我们也是二级，但是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应该是 2.5 级了吧，不是刚刚到二级那个状态。
这里这个搜刮一下。那我们继续讲刚才没讲完的故事吧。这个克瓦希尔，主播终于想起这个没讲完的故事了。这个克瓦希尔呢，他非常聪明，所以说这个他就四处游行啊，不是游行，这个叫什么？四处这个旅游。然后呢，这个传授知识，解答疑惑，是个好人是吧？是个好人。这里出来小心，很容易被这个狼埋伏，因为他在你的一个视觉死角。好，然后呢，在这个游这个旅游的路上啊，就遇到了两个矮人，两个矮人，一个叫法亚拉，一个叫戈拉。Yes, sir. 啊，这两个人呢，这个 Curse the dwarf king, bane of mankind. 心怀鬼胎。Sounds like he wasn't a very good king. I wonder why they hated him so much. 这里路过的这些板子、石板不要漏掉。Matter. 这边这个读完了这个。旁边还有一个。Curiosity is dangerous, boy. Stay focused. What does it say? Yes, sir. 刚说完，保持专心。Veda Dowder. It means hunting death. Great. 好，这些这个文字呢，我就暂停，给大家看一秒啊，然后就关掉了。大家如果想仔细看，可以自己手动把这个视频暂停，不然这个视频就太长了，不可能把所有文件都念一遍。这个场景有点像这个《指环王》的电影，两个雕像，矮人国维瑟加德。好，我们刚才说到那两个，好吧，你们说，我不说了。I guess they must have been pretty important dwarves. 说完了，啊，嗯，好吧，那么先来说这场战斗，啊。你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任务需要的这个索尔的，哎呦，这边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犹豫了一下，就被他砍了一刀，下掉半条多血。这个人是五级的，在蓄力的时候让儿子射箭牵制他，这头上就是这个索尔的雕像了。五级敌人非常痛。好，这边又来一个四级。也注意到之前我们刚才在亚夫海姆碰到四级的时候还是紫色的，现在我们换了一件衣服它就变橙色了。试用一下这个刷新球，这个解放潜能护身符非常爽，可以绝招连放。好，我们接下来就破坏这个索尔的这个雕像，注意不是打随便哪儿都可以的，要打他身上那个有这个亮色亮光的线条啊，反正就是跟这个其他部分材质不太一样的那些地方才能破坏关键部位，要学好这个力学和物理，然后下一个在胳膊肘这儿。然后前腿什么鬼，小腿这儿还有，呵呵，还有一个，啊，上面还有个乌鸦，我们顺便打掉。这个抛物线物理学的非常好了是吧。好，那么我们打掉了这个雕像呢，就可以去挖一下 他老爹的坟墓，啊，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索尔之锤，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斧柄，拿到就是二级，然后我们升一级的话就直接变五级了，非常非常厉害。那么暂时先换。Why did the gods cause so much trouble for us? Because that is their nature. But with all that power, you would think at least some of them would try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people. And yet, the gods continue to spread misery. This is life, boy.好，那么我们做完这个任务呢，这个时候如果想去石瀑布交任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这边维瑟加德好不容易来了嘛，就一趟搜刮干净是吧？好，上岸就是一大堆敌人，就把他们拉一拉，聚集到一个是。儿子刚才跳出去，一共射出去几箭，有点厉害。散弹枪、霰弹枪，哎呦，这个角度不太好，被偷袭了，捅了腰子。这时候我们解放潜能的这个护身符还没有冷却好，不过这个杂兵呢等级也不是很高，如果你是在去这个登山之前就来的话，这一场就是恶战了，都是两级的。老父亲发出了不屑的哼。好，打完照例搜刮，那么我们继续讲故事。这个遇到了两个克瓦希尔，遇到了两个心怀鬼胎的这个矮人啊，这两个矮人呢把这个说有问题要请教，但是呢这个不能说出去是吧，要悄悄的告诉他，那就把这个就把这克瓦希尔呢邀请到家里，然后把他给杀了。这个可怜克瓦希尔碌碌无为，毫无建树的一生啊，作为最聪明的人就这样结束了。呵呵，真是这个叫什么，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是吧，啊，居然被这个矮人给干死了。不是说这个说好的什么都知道吗，啊，自己什么时候死预料不到。好，我们上来又有一个时空裂隙，但是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直接可以搜刮的裂隙。有的啊，国度之城，还有叫国度精华，有的是这个国度之城，有的是两个都有。那有的这个时空裂隙呢就要有一场恶战，相当于有守门员在那儿，你要先干死这个敌人才能拿到东西。这个时空裂隙一共有18处，全部拿齐呢也是好像有奖杯的吧，还是有什么东西，反正是有，反正也算是完成一个这个工业。进来拿了这个第一个文物啊，门口刷人了。这个文物维瑟加德也有6个。然后拿完这个的话到浮桥那儿还有2个。然后这个克瓦希尔啊不是被杀了吗，然后那两个矮人啊就把这个克瓦希尔给放血了。非常残忍，放血了以后这个把他的血液和这个蜂蜜混在了一块�3坛酿成了3坛子酒。这个酒呢就叫血蜜酒。终于讲到这个血蜜酒的故事了，就是克瓦希尔的这个血液和这个蜂蜜酿成的，叫做血蜜酒。这个血蜜酒呢非常厉害，它因为矮人它本身这个虽然坏了，但是它水平还是高的，它是之前也说过这个非常强的非常聪明的这个天才，它做出来总是神奇的东西。他们做出了这个血蜜酒呢，谁喝了这个血蜜酒哪怕喝一口啊就会变得非常聪明，博学多才，然后出口成章，都能写诗了。这么好的东西呢，他们居然啊，居然没有自己喝啊，而是把它藏起来了。具体藏在哪儿呢？没人知道。啊，即便是奥丁，他也不知道。啊，这边这个打完架不要忘记过来读这个碑文。啊，这里注意一下这个。有一条这个巨龙被困在这儿，我们的任务呢，不光是探索这块地方，还要把它解救出来。游戏当中一共有3条龙，啊，这是其中一条，3条龙全部解放呢，也有一个奖杯，当然还有大量的经验，还有一些这个实际的奖励。Watch out for the dragon breath. I am aware. 当然，它这个龙的吐息呢是会进行无差别攻击的，这条道非常危险，有点像生化5的那个4-几来着。有一个激光阵，大家应该有印象。不过我怀疑现在看过《生化5》的或者玩过《生化5》的，应该也不是很多了。《生化5》应该是我第一个攻略了，第一个是做的比较渣。好，我们趁它这个吐息的中间啊跑上去，而且不要冲太快，因为它吐息完了以后，它这个还会地上留一些爆炸的这个电。电属性伤害，你看这种时候不要上去，会重伤害。
好，然后说这个血蜜酒啊，被这个两个矮人呢，三罐子这个血蜜酒被藏起来了。然后呢，这两个矮人又继续啊，作恶多端，是吧？我们带他这下方就没事儿。This dragon is dangerous. I guess so.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左右有两个这个窟窿，左边呢是个乌鸦，我们把它打掉，右边的话呢是个敌人，我们可以不放它出来，让它在里面待着。然后这个龙要解放呢，需要破坏三处的这个封印，这里是第一个封印。然后呢，我们一边要打，一边要注意地上的这些这个范围的这个电属性攻击。一定要小心啊，过段时间就会砸一下天雷。这个龙还是挺烦的，当然它这个雷也是敌我不分的，所以说有时候也可以利用这个神坛们随便砍几下就坏掉了。The dragon shrine. Mother had a story about three chained dragons in Midgard. 这里儿子说到了三条龙。There were three wounds on the pedestal.We've got to find the other two and free them. It does not concern us. I know, but it's what Mother would have wanted. And it just seems right. Guard your emotions, boy. Your enemies will not hesitate to use them. 老父亲总是非常傲娇，一面说着不要分心，不要做支线，不要帮别人，然后一面又把这些支线全部做掉。当然，做不做是取决于我们玩家。然后游戏还要找一些借口，让老父亲有个台阶下。我们可以仔细留意他们的对话，还是挺逗的。非常厉害的刽子手劈砍自带无敌，非常屌。这里又有杂兵了，我们继续说，这两个矮人呢继续作恶多端呢。有一次杀了一对巨人夫妇，这个巨人夫妇是谁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儿子回来报仇了。这里有一个文物，捡一下，把人杀光才能捡，周围有敌人是不能捡的。第三个，刚才乌鸦是两个了， 还差一个乌鸦。好，那么杀掉了那两个巨人呢，他们儿子叫做这个苏图恩的一个巨人来寻仇了。他这个巨人非常厉害，也是巨人族里比较有威望的他就把这两个矮人给绑在这个海上的礁石上，然后这个等这个涨潮呢就淹死了。然后那两个矮人呢自然是非常怂了，然后就求饶了。求饶怎么办呢？就说这个你不要杀我们，我们给你这个作为交换，给你好东西，是吧？什么好东西呢？血蜜酒。血蜜酒。好，这里我们破坏神坛，不要忘记把远处的一个封印打掉。然后这边还有第二个封印，看到这种封印就知道旁边又有这个命运女神的宝箱，诺伦宝箱。但是这个宝箱我们现在还没看到，但是我们看到封印呢就去破坏掉，是没错的。那么这边有一圈人在做这个道场，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直接跑掉也行，但是这里选择把他们打死，经验也是有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打不过你可以跑，前期来的话可能会有点累，而且这边楼上也会杀人，要小心点，两边楼上都会杀人这边这个楼上的优先干掉，然后对面楼上的呢我们想办法放错技能了。还有这招范围够广，把那个杂兵给砸断，打断技能，我们又利用中间的石柱挡一下对面那个敌人的火球让他不要干扰。好，然后这个叫苏图恩的巨人呢，他就信了这两个矮人，然后把他们俩放了。那么他们俩呢果然也没有这个食言，把这个血蜜酒的罐子，三罐这个血蜜酒呢全部交给了这个苏图恩作为这个狗命。好，那么苏图恩呢就拿到了这个血蜜酒，拿到血蜜酒呢他也不喝，看来都是对智慧无欲无求的人，怪不得最后是吧，这个都没有成为最后的拥有者。我们这里小心，这个有一个埋伏的装死的这个敌人。
那么这个苏屯拿到了这个血蜜酒呢，就把它交给了他的女儿，叫古恩路德，也是个女巨人。然后呢，这个古恩路德呢就常年躲在这个山洞里看守这个宝贝，也不出来。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苏屯恩是个守财奴，有好东西自己也不用囤着啊。这边我们从反向打开这个门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命运女神宝箱，但是我们不着急开啊，我们现在它里面是个血蜜酒的号角，现在我们这个怒气槽是满的，等到以后我们用完了以后再过来开就可以直接补满，反正这个宝箱你不开它也不会跑。好，我们从这边绕过来呢，就可以来到这边城堡正门，正门有两个守门员，先打右边这个，右边这个等级低，要小心这个他的拜年三连击是不能防御的，后面那个想回血，不要给他机会。OK， 这个两个守门员也可以轻松解决，现在到底是等级高了。啊，这个叫猿人，但这个猿不是那个猿。这边不要忘记读这个碑文，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乌鸦。然后仔细看呢，可以发现周围这个场景。Interesting。这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藏宝图，果然猎人的国度啊，就是这儿。我们把这个挖开，又可以获得一个雷伊普德合金，这样我们两个合金就满了。这个出去找矮人升级，可以把这个伏兵给再升一次，得到一个稀有的咒术。这个藏宝图呢是在之前，我又忘了第几集，第三集吧，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一次到达提尔神殿的时候走出去，在那个瞭望塔那个地方，我没有直接上山，而到右边去拐了一下，开了一个命运女神的宝箱，就在那儿捡的。啊，这个角度呢刚好可以打到最后一个这个神坛，三个封印就这样解除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回去呢就可以解放这个龙了，不过我们也不着急，这边跑过去解放，着急解放龙它也不会给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先把里头的城堡一路搜刮过来，出来刚好再解放龙。当然右边这个最后的封印呢，常规是要先进入城堡然后再到里面绕出来才能打开这个封印的，这样我们用了一个取巧的方法，这个是喂狗组的一个套路。然后大门右边这两个提示没有了，我们周围看一下，不难找。然后注意一个原则，右边的打左边，左边的打右边就可以了，一个打一下，一个打两下。好，这样就开门。What do they say, boy? True. It means to believeor to have faith in. So they still have faith in their king? Even after he got so many of them killed? It is a command to have faith despite his failures. 好，进去的话右边就有人埋伏，但是他们头上也有东西埋伏。好，他们就被这个埋伏着的火盆给干死了。Dear boy.好像烧死敌人也有一个什么成就功业。斯卡蒂，大家应该记得。斯卡蒂第一集我就讲了，是伊登的那个故事啊，夏姬的女儿斯卡蒂。啊，这个神坛应该也没讲什么特殊的故事，无非就是他爸叫他狩猎，然后呢。斯卡蒂成为了这个狩猎女神，后来呢他爸死了，非常悲哀的一个故事。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这个叫什么装巨人的狂暴狂怒的这个缺点，一旦放了就停不下来，爽的停不下来，然后就躲不掉这个攻击了，刚才就被炸了一个。啊，这边又拿到一个这个文物，啊，还差一个了，刚才桥头也拿了一个。好，那么从后面绕呢就可以把这个火盆打开，然后拉一下机关把对面的一个宝箱也给搜刮了。好，
继续说这个苏图恩拿到了这个血蜜酒，这一下他虽然让他女儿严加看守，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传到了奥丁的耳朵里。对于这种智慧，这个智慧，这个求贤若渴、求知欲极强的这个奥丁，他是不会放过这样的好东西的。于是呢，他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个血蜜酒给偷出来。好，我们阴一下这个敌人，玩一下潜入游戏。好，那么奥丁怎么去呢？来，奥丁用了一招迂回的技术，迂回的策略，让人大跌眼镜。奥丁怎么去的呢？怎么去偷这个他这个血蜜酒呢？首先，他想办法去接近这个叫苏图恩这个巨人，他有个兄弟叫包吉。他接近这个包吉呢，住在一个庄园里面。然后呢，他有几个这个九个奴仆在帮他这个秋收割庄稼。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我们破坏掉最后一个神坛的地方，不能看出。我们远处这个利用扔斧头的神技把这个神坛给提前破坏掉，本来应该从这儿过来。我们把这个反向门打开，万一有用，其实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用处了。怒气水晶我们不用捡。他先去接近这个包吉，然后呢，他有九个这个奴仆在帮他这个割庄稼，秋天了嘛，赶紧收了这个庄稼。然后呢，这个九个仆人啊非常蠢啊，应该是人类比较蠢，他们这个镰刀啊非常钝，割不太动。然后呢，奥丁就假装变成一个凡人啊，跑到他们中间，然后跟他们说：“哎，我这儿有块磨刀石，非常锋利，你要不要试试看？”结果这个奥丁的磨刀石当然是附过魔的磨刀石，非常厉害，磨完以后这个镰刀就削铁如泥。完了之后呢，这九个仆人啊，这九个奴隶呢就很开心，就想要他这个磨刀石，事半功倍。但是呢，奥丁不给他们，说要不你们问我买吧。然后九个人都想买，这时候奥丁说：“哎呀，这个我就很难办了。”说，然后他就把这个磨刀石往空中一扔，说你们谁抢到了就归谁。哇，那九个人就抢的呀，于是啊，九个人互相残杀，全部死光了。这个故事有点扯，是不是，比二桃杀三士还要屌，一块磨刀石直接搞死了九个。这里我们拿到了最后一个这个维瑟加德的这个宝物文物。 Boy, over here. Yes, sir.好，那么这个九个仆人一夜之间死掉呢，奥丁呢就到这个包吉家里坐坐，作为客人坐坐，然后看包吉这个愁眉苦脸，说他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九个奴隶突然之间互相残杀，全部死光了。这我这个庄稼马上冬天了，就没人收割怎么办？好，奥丁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帮你啊，但是我不做这个免费的这个劳工，是不是？说我这个你要是。我要是帮你把这个庄稼收割完了，你要让那个你哥那个血蜜酒拿掏出来让我尝一口，是吧？这个包吉呢本来不太愿意，后来说啊，就说如果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九个人的工作啊，是吧，那我就把这个血蜜酒让你尝一口。本来他觉得不太可能，结果呢，奥丁毕竟是这个天神啊，天神下凡啊，轻松就搞定了九个人的活。那么最后呢，包吉也不得不这个履行他的诺言。但是他跟他兄弟这个苏屯一说这个事儿呢，苏屯立马就拒绝了，说这个你自己闯了祸，你自己夸下海口，这跟我鸟关系没有，你到我这儿报备过吗？是吧？不给。好，这里要打一个小 boss。当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有，轻重攻击连放，然后呢快速冷却，再放一遍，再爆气，就搞定了，轻松虐杀这个巨人。这就是这个装备等级提升以后的爽快。来看一下打的这个巨人没有还手之力。好，放完两招，三分之一血去了，然后再爆气啊，这个不是爆气，先冷却，然后再放，
当然你这个蓄力的时候不要忘记让这个儿子牵制他一下。 OK， 然后这个爆气打他就结束战斗，轻松啊。那我们就继续讲这故事了。然后呢，这个包吉看不行吧，然后就觉得不太对不起，有点对不起奥丁，他也不知道是奥丁，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陌生人，这个没有履行诺言。那么奥丁又出一计，说这个要不你我跟你一起去偷一点嘛，偷一口也不要紧，他看不出来。好，那么包吉呢就答应了，对吧？誓言不要轻易这个违背，既然答应了就要做，是吧？哪怕要坑一下亲兄弟也、在所不辞。然后呢，这个 Your skill is improving. You fought well, Atreus. 哇，阿爸表扬了，第一次。好，我们这要获得一个海姆达尔的号角，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护身符，可以用 L1 加圆圈打出一个震荡波，打出敌人比较高的晕眩值，但是没有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好，这个刷新球才是最屌的。 OK， 那么两个人呢就去山洞啊，然后奥丁给这个宝吉呢一把凿子，让他钻了一个小孔，然后奥丁变成一条蛇钻到了山洞里面。这边我们拿了这个奖杯，应该是维瑟加德全探索，然后这里又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列维坦的波纹，一个轻符文攻击，符文轻攻击啊，卢恩轻攻击。我们升一级啊，这招呢是和这个外域重击可以交替使用的。这个外域重击呢适合打杂兵战，然后如果遇到这叫比较灵活的 boss 啊，他这个没时间让你蓄满这个外域重击，那么不蓄满的这个外域重击呢就不是那么好用，那么就不如这个列维坦的波纹。这个列维坦的波纹它是出招快，然后范围非常远，而且呢冷却时间也不是很长，还比较短，而且它升级需要的经验也不多，所以说大家也推荐给大家吧。而且这个列维坦的波纹还有一处妙用，以后我们用到了再说，还是不错的一个轻攻击。我们这边下来呢刚好可以释放这个龙，这非常顺利。好，那么这个奥丁啊变成蛇了以后呢就钻到那个洞里，哎，就遇到了看管这个炫蜜酒的这个古恩路德这个女巨人。然后呢也不知道是这个奥丁用了什么邪魅之术啊，还是说这个古恩路德啊长久待在山洞啊太饥渴了。然后呢这个奥丁稍微一勾引这个古恩路德呢他就上钩了。啊，这里我们来到这个之前攒下来的这个血蜜酒的号角的宝箱，我们来拿一下这个宝贝，这样我们的怒气槽就回满了。省吃俭用，合理规划。接下来终于可以释放古龙了，古龙说我等了好久了，你们这帮坑货。好，奥丁说啊，说这个我让你尝三口我的宝贝是吧，你也让我尝三口你的宝贝。于是呢这个古恩路德就跟奥丁在这个山洞里面大战了三天三夜，大战了三天三夜，畅快淋漓。好，我们这个龙就释放了。完事之后呢还这个古恩路德还怀孕了啊。然后呢这个奥丁呢就提出来，对吧，轮到你的宝贝让我尝三口了是吧，就是这个血蜜酒。结果呢奥丁这个家伙非常猥琐，这尝三口呢每一口就喝一罐，三口喝完那三罐就没了，空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古恩路德才发现被骗，然后那个奥丁呢就迅速变成蛇逃出去，然后又变成老鹰，搞得跟西游记一样。36变72变、啊、又变成老鹰、啊、飞走了。 Okay, so there was an evil dwarf king, and he made all these people hunt monsters. The people put them in cages, and then I don't know. We are missing a clue. Back inside the castle? No. There is nothing more for us inside. But stay alert for chained dragons, boy.Perhaps you'll uncover more about this dwarf. 好，这里你选择用传送门回去或者原路返回都可以。那么我们先找商人升级一下，做一下装备啊。一个是这个儿子的弓箭可以升级了，获得了这个斯瓦塔尔海姆的这个硬钢啊，可以升一下弓箭，这样顺便可以学一下弓箭的这个
新的技能，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斧柄给升一下，其他东西都无所谓，斧柄升一下直接变五级，这样这个斧柄我们可以用很久了，非常厉害。这个需要两个雷伊普特合金，这也是为什么我去收集这两个雷伊普特合金的原因。好，然后这个奥丁一飞走啊，这个苏屯发现不对啊，这不家里怎么飞出个老鹰啊，一看就是这个妖怪变的，一看就是妖怪变的，然后他也变成老鹰追出去，结果呢，哎，这个奥丁到底是主神飞得比较快，他呢飞到阿斯加德以后，这个有这个内应嘛，其他的神，我们把这个维瑟加德宝物给卖。飞到了阿斯加德呢就安全了，所有的其他神呢出来帮忙，这个苏图恩啊一看这个架势不对，也只能灰溜溜的逃了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这个被这个火给烧死了啊，总之就是没有拿回这个血米酒。然后这个奥丁呢就把这个血米酒啊吐出来放回到三个罐子里面，然后这个神话呢出现了分歧，有的说是说他这个酒啊就分给了诸神，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这个酒给了这个弗拉奇也就是他和这个古文路德生的。She was a kind woman who could only give love, but her son, a thief, met her with rage and bit off her ear. What? Why? Because the boy had always been a thief, and his mother had taught him only love and nothing of consequences.Had he been taught discipline instead, he might have lived longer. Sure, but her ear, that's not right. 好，那么这个奥丁和这个古文路德女巨人生的这个儿子呢，就是诗歌之神博拉奇。之前说过他是伊登的老公。那么这个故事呢，基本上就到这儿为止了。其他那些分支呢，我们这一期也没时间讲。把这个任务交了吧。Real God of Thunder. He will know retribution. My deepest gratitude. Off he goes. Brave guy. Want to look for Thor on his own. 巨锤陨落就完成。He is a fool. What did the spirit leave us? An offering to one of the gods. Can we use it? No, but perhaps the dwarves can.好，这个巨锤陨落除了给了那把非常给力的斧柄以外这边还给了一个图纸，这个时候我们去找这个商人就可以做出这个叫提尔的手套拳套，是一个臂甲腕甲，非常实用的一个三级的腕甲，也可以穿很长时间这里我们用一下传送门回到这个圣水大厅提尔神殿。那么这一期呢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做这个提尔的腕甲呢我们下期再说了，这一期有点长，包括我们之后下期应该会是上山嘛。好，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Stay on the path. Right, right, I know. We jump. Really?And Kratos cast himself from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all of Greece. After 10 years of suffering, 10 years of endless nightmares, it would finally come to an end. Death would be his escape from madness.